王医师回去台湾，去来咧看你，伊甲我讲，伊讲你就放声哭出来，我听了嘛流目屎，你真寂寞，我嘛是啊，但是咱拢无办法，忍耐看破，在这个中间，无一丝丝啊反抗，有命的赢家，要反抗。有太强烈的命运的压力，真可怜的民族啊！欸，我台南女中高中的时候刚认识田爸爸的第一张相，而且1959年田医师被抓到金门当兵的时候，我带三个小孩子。这张相片呢，是咱开美间的时啊。只是这你迄你无伫个啊啦。无伫个，你家己一个人。带这三个囡。带三个囡，还佫用这相片。嗯。情况呢？我迄我根本对政治拢无概念嘛，我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家庭主妇嘛。啊，所以主一刚发生代志了，我才忽然间敢若讲。让我坚强起来。12月7号要成立《美丽岛》杂志，前一天一顿那少年啊吼，我举波头举什么安尼举啊，啊内面吼拢甲讲甲歹了了安尼吼，吼我真正惊到要死。这张片买偌久会当断啊？唔知啊，可能无机会当断啊。所以我若要你也无断来是，你会当去找一个适当的对象。这是我当时是甲我感情安尼讲。入去黄家内底时个，我受到遮党外的前辈吼，影响是真大。党外时代中间是拢差不多是拢男性个男生啦吼，大部分人咧参与，我拢讲大部分人参与啦。啊，查某人拢是在后壁背后嘛，查某人聆听演讲都唔敢倒出听。啊，但是我较特殊就是讲，我到时是咧乱来中间，伊拢坐我去听双句，啊，伊拢学三轮车坐，阮两个就坐我去听，啊，就是甲我灌输这思想嘛。厝角只里边笑，有一天轮会到落西洋失自由，来回行像星星。在3月8日，就是第二天，我们全家就到台北市拍照，做一日游。啊，果然在3月9号征信后，啊就被收押了。嗯，这是我跟家人的最后的诀别。我伫即个读万隆的时阵吼，其实有几个好的同学啊，就想讲吼，用啥方法来变即个国民党吼，所以阵大家就想讲，上好的方法啊，就咱拢来参加国民党。刘洪松同学哈，你的主张吼，阮心知无通过。我想是安那无通过，伊讲你内底有写讲吼，若拄到真理的时阵吼，你要选择真理啊，无要选择国民党。大儿子跟一些朋友在那个德惠街几楼啊，那个台大国文系的同学在那边包水饺，就有人去报功，他们是非法集会了，啊，整个都被押到派出所去了，然后叫人来报出来了，他同学，同学安尼嘛讲安尼是或者非法集会了，每个小时每分每秒面对着这么阿爸不利的国民党哦。实在卡打台湾地人，实是活到足痛苦啦。台湾宝岛和睦，实是咱的阿母，啊，恁的阿母破病，安尼咱爱愈三心和下，所以你一定会安尼，还是人之常情啦。主播他那吼贪婪吼，伊唔敢公开给你摆，敢若袂是个色情杂志同款咯，袂使公开摆嘛，拢爱藏起来。但是看着一样也真多。啊！因欢喜，因若摕到一本动画杂志，因就敢若乌捡到宝共款咯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迄阵啊，台湾人对即个家己的以后未来前途吼，非常的关心啦。政治是一种良心事业，是要让众人有即个体谅，讲咱是一个有自由、有民主、有人权、有受保障的即个台湾人。台湾人一定爱有文革复兴不可，人的价值。在所有
各个台湾人的认识啦，目前该必忘，全体政治必定终结无疑。